我们俩，我是饿肚子来。现在又要过大年了啊！我们就是拍这个视频已经4年了，也很多老朋友啊，从我们最开始一直陪伴我们走到现在，非常感谢朋友们这么长时间啊，跟我们一起一同走过，然后也感谢大家啊对我们的支持。我们也祝所有的朋友们虎年大吉啊，虎年大发，财源广进。然后今天要过年了啊，我们还是照例搞一个吊锅，因为上次小朋友说那个鸭肉很好吃，所以我们这次要多弄一点。先把它剁好了，然后先炖一下啊。好大一只鸭子呀，上次那半只他们说吃少了。挑一块挖着骨头出来炖腊肉骨头，这可以挖一点，哎，这上面好像多一些。闻得好香了已经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用了很久了，一罐子的水，现在就剩半罐子，可以了。再来舀点鸭肉汤。上次有个朋友说我们这个锅里不放调料不是白味吗？你看又放了这个腊肉高汤，再加上这个鸭肉的高汤，怎么可能是白味，对不对？
村是可以放鞭炮的，所以从12点开始啊，就开始有人吃年饭放鞭炮了，起比较早。然后一天的话放鞭炮，可以从凌晨12点一直到晚上12点，一直鞭炮声都不会断的。想要吃酱锅的可以来我们挪钱，哈哈。干杯吧，先干个杯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咱们月亮都学习进步啊！念念呢，弟弟，他听话没了，别把我儿压压。哎呀，好苦好苦！哎呀，还挺本来还都咬着，你上春水也是咬着，跟着刚着咬着变多。没事，煮着。好，叼起来了哈。昨天上，他煮猪了，我在煮。好像，他是煮着了，我感觉像。OK，羊肉，那头是羊肉不嘞？那头在中间的是羊肉，是的。嗯，现在是羊翅吧？那头也是羊肉。挨了个羊肉。煮得太厉害了一点。好容易煮烂了，好容易分离骨头，所以它的骨头是骨头，肉是肉。新年快乐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虎年大吉！